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系 Johnny 星，咁系一名滑翔伞教练，又一名滑翔伞爱好者。咁呢个频道就主要讲下滑翔伞嘅知识啦、安全啦、守则嘅，同埋我哋都会介绍下世界各地唔同嘅场地嘅介绍啦、特色啦，同埋一啲旅行飞伞嘅经历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个频道嘅话，欢迎大家俾个 like 啊、share 啊、订阅啦。大家好啊！大家睇完呢两段片，觉得滑翔伞危唔危险啊？其实咧，滑翔伞危险嘅，但系人为嘅因素系好危险嘅。如果你撞正一个教练，冇做足安全措施，冇检查好嘅话，咁你就会非常之危险啦。咁咧，以下嘅段片咧，我就会分析一下点解会出现呢啲问题啦，同埋有啲咩可以做得更好啦。